我跳也疯，吸烟跳也没呢。那我们以毒攻毒呢？我俩一起跳一个。我跳应该不会的。你跳肯定不会，你要是对自己有信心，好吧？兄弟们，我跳舞应该就不会被封了吧？我等会先给兄弟们展示一下，行吗？看板三什么意思？反正吓我，兄弟们啊！哎，不用刷，不用刷啊，不用刷，没事。吃那钱，吃那钱。兄弟们，我跳舞也没了，吸烟跳舞也没了，咋说呢？那我俩以毒攻毒行不行啊，兄弟们？兄弟们，姐姐跳舞啊！姐姐跳舞，我没了，兄弟们，我总开车，我没开车，我开车开车，我只是单纯的看跳舞，我怎么了啊？我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还就真不信了。哎哎哎哎哎，不可以，我冒了。完了，小黄，家人们，小黄的胜负欲又开始了。我吸个腹，我把兄弟们迷死。来，我们一起吸，来。哇！不要再那个。点个小三，点了500万跳舞，我还就不信了我的妈！11点了，让兄弟们休息一下。不行，一定要跳。100万就好，100万点赞就好吧，让兄弟们休息一下。兄弟们点到500万，拿出我们单身10年的手术。兄弟们点不到500万了，兄弟们看了一晚上都累了。他兄弟们看你直播，你懂吧？我没怀孕，兄弟我没怀孕啊！我跳个舞也算怀孕，我刷个牙算孕吐了。姐妹们，我没怀孕。你知道为什么今天大家一直说我好看吗？真跳舞。健身，其实是因为我今天带了美瞳，真的美瞳好影响这一点。120万点赞就被点到500万，我还就不信了，我的妈！兄弟们点不到500万了，兄弟们点了一晚上了，兄弟们手速不快的。我兄弟们看我那肯定都是单身，兄弟们。我不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打到单身互联网女友。我真的不相信兄弟们看我就仿佛在看自己的未来。因为兄弟们从8点点到现在，他们没力气了，他们不行。兄弟们点个小三。他们不行，你说他们不行？你看点到现在才300万，我看。兄弟们，我数到5秒钟倒计时。兄弟们点了一晚上。Coco说你们不行。你要体谅。5、4、3，不能冷静，我是微胖，男人最爱微胖。兄弟们，我来给你们展示一下，来。怀孕了不能跳，你，我今天还是有点料了啊。看啊，吴大哥，兄弟们，我赞助10个小星星，我现在就刷，为了认可小黄，来10个小星星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耶娜，耶娜。私が見せてあげる。好き。
觉了。咋了？你是不是看到什么弹幕了？孕妇不要跳舞。来，上第一个品。来给大家，第一个品我们直接给大家开价过来。掉过。贵州茅台兔年限定，来比价卡给我。孕妇不要跳舞，双人舞。好，一会儿就跳双人舞。贵州茅台哈，我没怀孕。日产价在某台3000。在某我没怀孕，快提醒啊！3369。今天小黄跟小杨哥他们是同一个机制给大家补贴的，我们自己亏钱给大家补贴的，到手2900多。2996。一号链接上车。一号链接。这个东西就是钱，对吗？配一个礼袋，顺丰发货。对，顺丰发货，一瓶配一个礼袋。来下一个。我没怀孕。孕妇带货少见啊！给大家再讲一下这个一经典的纯牛奶。赵公子，你要死啊！经典的纯牛奶一箱里面有12瓶。今天你日常在外面买一箱牛奶要50块钱、60块钱买一箱。孕妇不要生气，一箱50了哈，两箱100块钱，三箱是不是要150块？今天在我们直播间一瓶250毫升，三总共到手36瓶，119.9。一号链接上车。我没喝酒。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孕妇不要喝酒。不是，首先我没喝酒，其次我不是孕妇。它不是那种小瓶的那种装吗？它是那种250毫升的经典纯牛奶。大家知道经典吧？打牌子打牌子是一号链接，三箱到手119.9。我没怀孕，没有谁的孩子，我里面什么都没有，我里面是肉，我里面是肉，要我说几遍，我里面是肉，是吧？肉，知道知道什么叫肉吗？人的脂肪，知不知道？孕妇多喝牛奶，多喝牛奶，我是可以多喝牛奶，但是我不是孕妇。然后再给大家带来一个小，我什么男孩子怀孕的狼牙，我是女的。小羊甄选的垃圾袋，9.9元，五卷真不赖，1卷15只，5卷75只，看一下是不是？直接上车，看一下是不是？我们这个垃圾袋质量特别好，都跟你说是肉了，你要我说多少遍？跟你说是肉，要我说多少遍？自动，我什么动态器？我不是，我是二嫂来了，谁是二嫂？只有个大嫂跟嫂子。来，我们小安甄选的垃圾袋，它质量有多好了，给大家看一下哈。老娘我还治不了你们，孕妇怀孕冷静，射屏蔽尘。来，小安甄选垃圾袋，来，给他们唱，看这袋袋质量有多好。小黄不能搞翻车了，大家都已经看习惯了你翻车，你今天就不能翻车，对不对？你要给别人一个反差感，咱们不能翻车了，乖，听话。而且我们这个垃圾袋质量特别好，其实也很难翻车。来，看到20斤，它肯定是要用点力才会翻车的。看我们这个质量特别，9.75吨，上。小杨甄选垃圾袋，下个品，好用，放心，拍。这里孕妇射频蜜纸没事。来下一个品了，来小杨甄选的纸巾，小杨甄选抽取式面巾纸，来一层里面有4张啊，是吗？一张里面有4层，姐妹们看一下啊，每一个都是满满的压边，锁边空余。我们主打的是什么？好东西用得起。我们对标的是什么？ 对标的是59.9一箱的。今天咱们小黄直播间啊，到手20包，39.9，上。而且跟大家讲，大家可能会觉得说，哎，你这纸巾怎么这么少一包？其实小杨哥也说了，我们师傅也说了，我们如果想做小杨甄选的纸巾，我们可以做到这么厚，但是它的压边工艺绝对没有我们这个好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拍这个东西哈。小杨甄选好东西，大家用来，兄弟们，20包39.9，你这样子4层左边一包，一包1块多，兄弟们啊，每一个手指用了12个、13个圆平方的纸巾，采用的是高克重的，兄弟们啊，是的，来，要链接39.9，20包一整箱上来，下一个品。而且可以给大家讲的话，市场上的纸巾大部分都是3层的，我们这个是4层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拍。师娘，我只有两个师娘，是杠杠的。二师娘是谁呀、啊？二师娘是谁，兄弟们？我只有两个师娘。来下一个品，一个人找一个小嫂来。这个品来，老爸请上来。来，爸比，爸比过来。
来，老爸，老爸，我们去哪里呀？我看一下，哎，刚刚有很多宝贝在问阿玛尼的手表，来，老爸你直接过来，来，直接过来，阿玛尼，乐乐，阿玛尼的绿水鬼，来，老爸，你戴呀、啊，你戴上就好，你直接戴上，对啊，直接戴上，直接戴上，来。给兄弟们展示一下，买给父亲前排不排面？姐妹们，经典永不过时。大家知道阿玛尼吧？阿玛尼真的是老牌子的，97年的历史。来，测水，来，小孙，那个桶，来，老爸你拆下来，来。阿玛尼的绿水鬼很适合爸爸戴、岳父戴，是不是？送礼下个礼拜日就是父亲前了，兄弟们，冲！给兄弟们送一个盘水。来，而且罐子这一个手表只有300单，手慢无。跟大家讲一下哈，这款绿水鬼自上市以来就是一直卖断货的。不得不说，实物它真的很有特色。好，绿色，你干嘛？哎，你从哪？你干嘛？这样翻车了，潜水员都可以戴。今年啊，来，防水深度100米，你今天要去潜水，忘记摘手表了。来看，我看一下，秒针，哎，真的假的？我看一下，真的。来，潜水员、飞行员、赛车手、医生、厨师，非常的实用。来，它的防水深度是整整100米。来，今天咱们小王直播间日常价格比价，比价卡来，给大家看一下哦。这个是我跟你讲，我下午去某宝的官旗，大家看一下啊，看到没有？阿玛尼万宝旗舰店，来，在某宝上看到没有？时尚墨绿一样，一毛一样的卖。2630，券后2123.8。今天在咱们小王直播间，阿玛尼绿水鬼，直接给兄弟们1980上车。老爸戴上给大家看，我给大家好好的讲一下，它这个表呢是绿色的表盘，3点钟的方向有一个放大凸起的日历框，很有设计感，而且它的机械表啊，它的表针是夜光的，就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哪怕你戴着，你也是能够看。喂，有没有卖鞋的卖？卖好了吗？卖是你给卖啊！哦，杀！1980！这款手表官方数据是100米防水，定位是潜水表，哪怕是我们洗澡也不需要摘，够不够方便？来，姐妹们，买给你爸爸，买给岳父妹夫，买给来是你们的男生朋友生日的男朋友，不知道送什么了，来。非常有牌面，绿水鬼系列潜水手表，潜水深度达到整整100米。今天小王直播间2780，给兄弟们砍下来了1980。来，老爸展示，来，老爸展示，真的买给爸爸，给爸爸非常有面子，爸爸辛苦一辈子，是不是需要一个表去撑牌面？来，嗯，哦，这个可以转啊，哦，这可以转，姐妹们看，这可以转，你们看，是的，看。而且再跟他们讲啊，阿玛尼作为一个强大的品牌，在手表制作方面是很有经验跟差异化的设计，所以阿玛尼绿水鬼在品牌方面是很有保障的。说个题外话，小黄给法务送的也是这个。兄弟们啊，来，可不可以？兄弟们，1号链接1980上，下个品。当时那个我们的同事，好同事 ，OK， 上下个品，也是送的这个手表给他，非常有牌面，兄弟们，同事之间送礼生日礼物非常有牌面，来。来，下个品，来，姐妹们，肌肤未来的377，来，有没有肤色不均匀的姐妹扣 B 一？等一下，说，您先坐，您先坐，说，哎、谢谢啊。哎呀，哎呀，24娘不？给说，我一脚我就给你踢到百货大楼去了。他名字不叫24娘吗？哎，默默说的。我24娘头别提那带节奏了。兄弟们都在说24娘。我以为他的那个网让人家脸都搞红了。哦，抖音名字叫24娘的，不好意思啊，是吧？叫默默。哦，兄弟不要乱带节奏，叫默默。默默。他以前也是娱乐主播，他呢，以前我俩经常打 PK， 所以就感觉啊，他不是很熟。感觉就很熟。有，我媳妇来了。媳妇怎么样？嫂子说你在谈恋爱吗？我就师傅怎么可能谈恋爱呢？师傅谈恋爱只可能跟嫂子一个人谈。啊。啊，默默啊，默默，外甥，我以为你试婚期啊，试婚期，
我一脚马上踢飞了。什么？我马上一脚给你踢飞了，小王。我也听成试婚期。我要试用期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也听成试婚期。不好意思。强哥，现在就是你们在一起啊。哦。懂了吗？好。现在。嗯。现在也是跟我们在一起。嗯。啊，直播。跟我们在一起，还是跟你在一起？我说跟我们在一块直播，你回去。啊，听懂吗？说清楚，你少说一个字，可能都会出大事。那今天晚上又睡了，又没法睡觉了。好啊，好啊，我闺女啊。没有师娘，没有她师娘，她的抖音名字不是叫二师娘，她的抖音名字叫默默，是兄弟们可能记错了。我前两天刚收到一个叫大师姐的啊。哦，所以他，我以为呢，所以他以后要改名叫二师娘。哦，你要改名啊，师傅，是这个意思，兄弟们。我改你个对啊，我懂了。咋了？这个节奏，你这三个字现在不要读了，这三个字现在不要读了啊。这是他们在开玩笑，一起互动，啊，兄弟们，这是默默，这个叫这是大师姐。我现在可以叫师姐吗？不可以。那不可以，叫小黄。你好，好的，小孩，好漂亮啊。那肯定漂亮啊！可以，你找到这个，我教你跳舞，可以啊，你教我跳舞，好，我不会跳。他也，他这个直播，跳不了一点，他的直播跳舞也是可以的，那跟你一起玩玩，好，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我的大徒弟直播，好不好？好瘦啊！你怎么瘦了？我瘦吗？我怎么那么瘦？你也很瘦啊！没有，我这胖的要死。我天啊，怎么这么瘦？好白啊，你好白啊！他也很白吧？也很白，都很白。你来呀！好漂亮啊，兄弟们。兄弟们，人家叫默默，不叫二师娘，你没开玩笑。我前两天刚刷一个主播叫大师姐的，人家叫默默，不叫二师娘。你别搞乱了，兄弟们，少在这直播间呢。你这跑了师傅面子往哪放呀？是不是？叫我买榴莲，我买榴莲干什么？买榴莲给师傅跪呀？师娘，你听我说，他的抖音名字叫做默默，不叫做二师娘，是吧？不能说啊，他抖音叫做默默，兄弟们，这是不是那兄弟们搞错了？兄弟们，来了，兄弟们，准备了个表，你看，啊，这个是阿玛尼的，刚才已经卖个男士的吧？对，这个是女士的啊，阿玛尼也算是一个奢侈品了，对，也是一个奢侈品，你戴下给兄弟看看，好呀，啊，然后呢，这个是阿玛尼复古的小圆盘，看到没？这是绿的。小圆盘系列的手表，他们日常价是2990，你去店里面买的话2900也很好看，很好看的啊，阿玛尼的、啊、小巧很精致，适合女孩子。来，摸给他们看看，你戴下给你看看，跟小黄一起互动一下，好不好？你戴起来怎么感觉好像有点贵的？对、啊，我说你跟小黄一起互动一下，好不好？然后今天在小杨哥直播间，不是小黄直播间，是八百九。别紧张啊。咋了？二师娘在，不是二师娘，师娘在榜一。人家叫默默，你们搞错了，兄弟们。啊，来，两个兄弟们，两个，卖多少钱？899。啊，一个899，兄弟们啊，好漂亮。兄弟们啊，我以前打 PK， 我老粉都知道我，是吧，兄弟们？老粉其实都知道我以前跟一些女生打 PK， 我带你们玩的时候，不是说，哎，你输了叫我那个老公，啊，男的就是玩嘛，一起娱乐嘛，包括那泰蜜，你叫她老公啊？他叫我啊，哎呀，我打 PK 很正常的，我也是娱乐主播。对，你以前也就是什么？我天天叫老公啊，可以，是吧，兄弟？啊，打 PK 呀，那不是真的呀！哎呦，我的妈，我们真的是4年前认识，一直没见过。师娘，那打 PK 很正常，我等会可以马上打 PK， 马上叫个老公给你看一下。899上车，阿玛尼的，这个是蓝色吧？嘿，哦，蓝色，宝蓝色，这是绿色，行吗？哈，我们来测了啊，默默，这个默默陪他们过一会儿，感受一下。好，来，兄弟们，这叫默默啊，这不叫二师，你二师娘，兄弟们，别搞国会，搞错了啊，我们二姨太，不用二姨太，兄弟们，啊，二姨太，大姨太，二姨太，兄弟们别搞错了。怎么还有姨太？那不得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？哎呀，那我不知道啊。我们师傅非常正直，肯定不会有那么多。师傅非常正直，嘴个没了，那是他又玩什么了？兄弟们，他又举哪个品牌方了？兄弟们，还是又露腹肌了啊？这个绿色手表送给你。你确实挺适合的。
绿色你疯了，绿色显白。哦对对对，你干嘛？师娘，我的意思是绿色显白啊。我日常价2990，今天我们直播间899，很便宜吧？很便宜。嫂子，我的意思是绿色显白，你千万不能多想啊。送给你，我送给你。真的吗？以后你做我们公司的，你相信我啊。嗯，以后我保护你。好，以后给你送。来，下一个我混，我保护你啊。下一个品，之前一直挂车一直没有卖的一个377，是一个淡斑美白的产品。先把特证给我，不然我怕违规了。来，特证，跟大家讲一下。这个377，等下来个师娘，师娘在榜一，链接没做好，先拿下。师娘在榜一，兄弟们，师娘在榜一，行吗？师娘在榜一，兄弟们，师娘不是我他们这个。啊，兄弟们，你们不能这样子，兄弟们，人家初来乍到多不好意思，是不是啊？那个老公老婆谁都会叫的，是吧？老公来，我老公，把我老公叫过来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哈。咱们这边有一个美白的证书，然后还有一个美白的报告，然后还有一个377面霜的渗透率。我拿了这个证书给大家说一下哈。其实377这个品呢，是一个是我老公他们家就是有多低调就有多牛的一个。你小架子，我怕你长用上一个周期。你看他现在04的啊，对吧？这是我老公行吗？啊，那这是我老婆，那我是什么？开玩笑行吗？搞乱了啊。宝贝，你先，老公你先休息一下。用上一个周期，就是嗖嗖的就把咱们的黄黄给抽干了，暗黄跟斑点都落荒而逃。七老板亲测的产品377真的很绝，大家知道吗？普通的美白面霜还停留在找让你白的成分，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，我们需要让皮肤去吸收它们才是关键。它是一个很认真讲品的。而377呢，不仅汇聚了美白界的大佬，而且并门就批来，而且专门研究了他们高效被吸收的办法，所以很多姐妹们用了的感受都是白起来又快又狠又猛啊！那个大大，我有拿着证书跟大家讲的哈，成分跟思路我真的可以扒开给大家看一下，核心就是。我也怀疑喜欢的女生还是。我喜欢女生还是男生？我你们打不打？爱好男，该不该揍小黄？好，来，成分跟思路给大家扒开看看，核心它是一个377的脱色蛋体系。德之心正版377传明霜这些美白成分，利用我们的脂质难题包裹助推，一下子深入到我们的皮肤深层，大家知道吧？深入，从源头抑制咱们深层。他生从源头抑制咱们黑色素的生气，好可爱。你播这个生气也很可爱。你卖。哎呀，怎么每个女的我被亲了啊？啊，来，好香哦，你头发好香。来，听我。有没有肤色不均的、黑眼圈的、痘印的？来，晚上睡觉之前，很多的美某白产品，它是很刺激的。今天的肌肤未来的377肌源美白淡斑面刷，来，肤色不均的，素颜的时候感觉这边比较黑，这边比较白哈，青一块紫一块。来，有黑眼圈的，来，那个有痘印的，来，377用它，日常价149，今天直播价119，再给兄弟们加一个10ml的。面霜，来，再给兄弟们加一个玻尿酸面膜两片，来，五片巴蒂的玻尿酸面膜两片，来，买回去回购之后就可以用啊，回购之后试看看，是吧？119，上车，下个品。你来下个品，来，来，你要给人家拍的时间，这个品真的七姐卖爆的品，卖了几千个 W 了，377美白淡霜面包，就美面包面霜，是面包的面霜，想吃小王甄选的面包。我们跟那个木等我木木好好坐下来聊一条天啊。对，看一下它的质感是一抹化水，姐妹们看，来看一下啊，把这个拔掉行吗？不要爆炸，老铁。哎，我上次用是这么用的，七姐给我用是这么用的。默默，我很专业啊。要我慢开吗？哎，我开。请不要拔出齿内伤。哦，不能拔，你会不会？反正塞着了。你会？反正就是一抹化水就。奇怪，七老板给我的食物是按得出来的呀。七
姐给我上出来啊。来，下一个品来。手套要啊，来下一个品，来个手套。挺有原则，咱们怎么要尊重人家女孩子啊，兄弟们，不可以的啊，兄弟们，嗯，要尊重人家女孩子啊。来，哎呦，你我刚讲这句话，你拿这个给我，你是疯了？你这么怎么卖？手套呢？手套怎么不给我呀？啊！要我来帮你提啊！你不能提啊！你不能提，你不能提啊！你喜欢什么颜色？绿色吧。绿色。哦。显白。啊啊！绿色不是显白吗？你看手表是绿色显白呀。啊，主要是这个地方他穿的那个。显不显白无所谓，啊，你这个我就很尴尬，兄弟，我，反正先这样讲，好，显白是吧？嗯，啊是吧？就显白啊，好看，好是不是？他这个也无所谓显不显白，反正男孩子你们自己看着吧，想要白一点就。想要白点就这个嘛，可以吧？啊，喜欢绿色啊，想要让自己看起来那个白点啊，这个啊，好，然后这个是 Tulando 的男士无痕裸感透气平角内裤，有没有模特啊？好，来，把那模特拿给我，来模特拿给我，你给我拿这个模特，这谁穿的？嘴哥穿的。不是，对，好行吧，这个是那个迷你版是吧？很可爱，很精致啊。这就是一个等比例放缩小的一个，就是比较好，容易展示啊。啊，只是因为更容易拿起来展示给大家看。你可能你的前男友需要穿这个啊，对不对？好，你拿这个给我，你真想你要死啊！啊，你拿个正常的给我，那么忙都尴尬，你那样什么？不要用手，戴着手套啊。啊。稳住啊，因为我也分嘛，我现在已经练得非常成熟了，好，接上一大片哦，你知道啊，来，看，来默默，你我来帮你贴，哦，默默，我们自然一点，正常一点就好，好，麦拿，我想我们采访一下您几岁的呀？我2000年的，哇，2000年的，哇，同龄人哎。你好，没事，以后我来这个公司很久，以后有我罩着你。好，嗯，行吧，你看啊，啊，图兰朵这手套不，内裤啊，然后呢，它这个内裤是什么？你看，拉力很强，行不？看，尤其我们男孩子啊，比较猛一点，是不是？再给我拿手套，我怕违规了。好的。尤其我们男孩子哈，对自己比较有自信，是不是？哦。尤其是我们的男孩子对自己特别有自信啊，所以就说需要拉力大一点的，是不是啊？然后你看这个，看，兄弟们看，我还能用这个来劈叉，看，我的妈，你妈一个有两个头大，四个头的，看，这个拉力，看，来，不易变形。它的底单呢是一个看君君的面料，行吗？今天啊，你们正常去买一件图兰朵的这个内裤啊，兄弟们啊，99一条，是不是啊？来，今天在咱们小黄的直播间，姐妹们一条，日常价一条是79块钱，79块钱啊，来一条，两条黑色的啊，三条，来四条。多少钱？5条，6条，姐妹们，今天小黄直播间加上这一条，再给你一条，99，上！要奖励！而且姐妹们看啊，来，它这个底单哦，你水倒下去，它是呈现一个蜂窝状的，是不是？来，默默你看一下这个底单，来，看。可以穿到90到200斤。看，你看，90到200斤的男孩子都可以穿。蜂窝状的，90到200斤。哦，二十两介绍，来，我来现在教你卖货。不是，
不是二十一年。哎呀！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被兄弟们带来走了，娃的嘛。来，是默默。不是，兄弟们，你们这样子搞得我这样里外不是人，兄弟。兄弟们别搞我，兄弟们我很尴尬。有点脏，小花说，你管小花脏。人家叫默默，人家抖音号叫默默，我直接把弹幕给念出来了。你们要我节约你们时间说。来，小王展示一下，咱们还有15个品呢。好好好，小黄来看一下，内裤可以啊，99上了啊。来，你以后就是我来现在教育的话，我现在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一点了啊。对，上来第一个品，先介绍他的名字。图兰朵的平角内裤，现在是99.99。好，7条。7条。好，99块钱7条，平均的话就是10块左右一条。好，你说，我的风格的话，我就是说，我一般会说哈，哥哥我想买图兰朵那这个图兰朵的。买，我买，兄弟们我买，我受不了了。一条吧。买。好的吧。才99.9。小罗再买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哥哥，买啊！小丹，小罗，平时我们小黄哥哥，我想买你不买，默默一来，哥哥我想要，我就看到你在那下单。没才光你有，可能是因为他也跟我一样喜欢绿色。好，下个品，我现在来教默默带货。好，来下一个品，来。姐妹们，下一个品啊！默默来了，你先送点福利给大家吧，好不好？来，默默。来，你看一下，你觉得这块表要多少钱？看这个的话，一般都是几百块吧。69.9一个，日常价69.9一个。69.9一个。对，而且有很多颜色，因为它很多种颜色。跟那个植物。黑啊！以后我跟你讲说啊，我们直播间的时候，那个其他平台就是某宝、某东、某物，对，我直接买过了。你看一下，给小孩子买，小孩子是不是手表特别容易丢？是不是？你这样用的不心疼？只有多少单？这个只有哎，你这样5000单。你每次你介绍完的时候，你要问一下你总共收了多少单，对，这样子兄弟们呢就会有心里有个底，如果他要买的话，他就会抢；如果他不买的话呢，他就可以就心里就是那个兄弟们留个底。多少单来着？5000单，5000单，5000单，69.9，又给大家补了5000单。现在咱们小黄直播间啊，你注意听好了啊，我们三江的货盘是非常溜的，这个价格讲出来，你真的要吓到。6.99，5000单，上，还包邮，6.99到手一个，哇，只有5000单，你价格说错了吧？没有，6.99，真的5000单，上，我以为至少也得。还得29.9，有一说一吧，你再便宜一个29.9，再便宜也29.9吧。买给宝宝的啊，来买给孩子，不容易丢，自己带也可以看个时间，是不是？6.99还包邮，现在一个手表3块钱，而且你知道吗？这个手表还可以看日期，还可以定时，兄弟们啊，还可以当秒表，兄弟们。6.99，一号链接上。哎，这样。你就说你带货的时候，开价的时候要有气势。3000单。对，比如说哈。就是我们可以，就是说，你知道那个叫什么？虽然说师傅不允许我们这样做，但是呢，我们只要不要告诉他，他就不会知道，知不知道？什么事情不要告诉他？他说呢，不能逼单，不能逼单。4000单，还有最后5百单。他说不能逼单，不能憋单，我们就这样啊，反正他也不再管他了。你当你在讲一个品的时候哈，你先说正常这样去买是69.9，再便宜也要29.9吧，然后先把他的价值感塑造出来。买了。这个时候哈，哎呀。卖完了，我先教他一下。这个时候哈，姐妹们卖完了，你们没抢到就没办法了。我先教他一下，这个时候哈，先不要开价。虽然说师傅说这样不好，但不要管他，你就先不要开价。兄弟们就很期待。哎呀，多少钱呢？多少钱就会留在直播间。这一招是小王我自创的，这是拉停留，拉停留很重要。这样会进更多的人。对，更多的人会推流。啊，你这是憋单，然后憋单完之后呢，然后再问一下，这有多少单？5000单。然后这时候啊，你在开价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气势很足。比如说我们开价的时候，前面用的是一个比较普通的音乐，你注意听好啊。来，开完价之后啊，6.99，小王马上9.99，来，
又补了5000单，这5000单没了就没了，他厂家跟不上产能了。6.99，然后这时候放个激情音乐，6.99，杀他！5000单，这5000单没买了之后就没有了，产家跟不上产能了。好，来你试一遍，你试一遍，你试一遍。来，你试一遍，不要紧张，放心的，不要紧张啊，来，不要管他，虽然说是说不要逼当，不要逼当，管他呢。我们这个手表呢，日常价是69.99，然后现在在我们小环的直播间显示是6.99，我们上车，上车！3000单，可以3000单，这3000单行吗？买给来，我跟你说啊，介绍产品的时候，我现在也是老油条了。你介绍产品的时候可以介绍一下，6.99，你正常你不会把它带出去当一个牌面的东西，是不是？你把带牌面，你要是见家长见出去吃饭有饭局，肯定是带这个爱马那个阿玛尼。轻奢对。对，你要是这个肯定是不会带出去，所以说这个用在哪里呢？你跟兄弟们讲一下，比如说用在哪里，用在。宝宝是不是手表特别容易丢啊？丢三落四的，最后2000单，6.99，丢了也不心疼，便宜大碗，是不是？对，对。然后你在校的学生呢，想买一个时钟看时间而已，但是呢又不想买太贵的，又很太贵又不划算，6.99你可以摆在课桌上看个时间，是不是？非常的划算，买给自己的孩子，买给自己的小朋友啊，买给自己侄子，是不是？讲一下什么人群需要这个东西，然后呢，这个时候一定要开价时候一定要慢，因为这个东西啊，它6.99，它有够便宜，上去肯定是会抢爆的，所以你就憋一下，憋一下，讲一下，讲一下，然后那边就会到底开不开价。这个时候你开价29.99，哎，你可以先学我，我一开始带货就这样，是吧？6.99不要了，5.99不要了，4.99不要了，对，3.99不要，2.99不要，9.99也不要，9.99都不要了。然后这时候虽然说师傅不能说，你就这样乱说，改价6.99上，对，跟大家讲一下，这个还有最后1500单。但是其实说实话，一个6.99的手表，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这个买回去是让你的孩子学会时，你看时间，看时间，真的，因为他这个就算你孩子摔坏了，还是看看数字，学点数字，只要6.99，1号链接。好，我们下个表，再给大家带来一个，也是给你看啊，办公学生专用的，而且 Kelly 脏了，而且脏脏宝贝儿，职业式速干走珠笔，里面有3种颜色，红色、蓝色、黑色。20根9.99，谁跟我说孕妇不要这么凶？20根9.99，1号链接上车。这个圆珠笔也是给福利品，这也是因为默默来了，然后我们在想给大家这个点给大家带来一些福利品，对不对？来，9.99到手，孕妇休息一下，9.99到手，叶秋飞升。我没有怀孕，大哥。我没有怀孕，9.99到手20根，直线式的走珠式的，就是如果你不小心摔到地板上，它也不溢，不溢就是画不出来水，知道吧？来看一下啊，我们正常的笔是不是？你可以测试一下，来拿个那个纸给我一下。好的。来，正常的笔是不是？我们这一摔它就用不了了，你这样，不用害怕，看，哎。有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，我们摔到笔头了。我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，换一根笔就好了。来看一下啊，速干笔，看哈，速干笔，看哈，来，看看，来，看，速干的，行吗？20根9.99上。来下一个笔，来，1号链接有需要去拍，里面有3种颜色，满足来宝宝也可以用啊，办公以及上课写作业需求，对不对？红色可以批改。蓝色还有一个黑色的啊，来再给大家带来这个，千万不要说人家，对啊，超可爱的，哎，这个你会买吗？这个得拼好久吧。但是就是说你拼的时候就是很解压，你不觉得吗？是吧？你拼是3-4个小时，那不会拼的人可能要1-2天哦。对，因为我是玩积木跟盲盒的啊，行吗？来啊。什么孕妇要温柔一点，把那个人给我踢出去，给我踩出去。哎，你把你俩3只都拿过来，你左边那只来看一下，怎么不搬过来？看一下，你放下来。喜欢这个吗？你放下来。兄弟们有没有喜欢的？喜欢再给大家上，大家要不喜欢我们就换一个。你看，我要再举了个图，来小心小心。哦，该举了个图啊。哦，看到没有？好可爱，兄弟们喜欢吗？喜欢再给大家上，不喜欢我们就直接过掉了。啊、对，兄弟们喜不喜欢？喜欢就给你们上，兄弟们不喜欢就给他过了哈。来，再来一个。来，你来讲看看。嗯，你这个头，他把这个头分裂了。
来，你来给默默讲看看这个品。来，默默你来讲。来，默默，我现在再给你提醒一下哦，那个先讲一下它什么品牌的，然后讲它是干嘛。如果你要买，你为什么会买它呢？然后呢，再憋憋它，管它呢，反正师傅不在，你啥时候憋它，管它去，管它呢。这个是贝西可爱卡通早教的，它这个是早教，它就是可以买给自己家的小孩啊，才能片面，然后练习他们的耐心，他们有专注力，一定要专业的去做一件事情，要十分的专注，所以我们可以买给他们玩。然后这个呢，在那些实体店，我们看到都是肯定是一两千、几千块钱一个，反正我看到都几千块钱一个，挺贵的，那时候也没钱买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直播间的价格呢，日常价是279元这么一大个，现在我们直播间价格是49.9，49.9上涨，好扯呢，大家的手比较嫩，还给到大家一个金木锤，就是你培养之后你锤一锤能够加固它，这个东西真的很可爱。但是前提要不是拼好了给到大家，是要回去自己拼，你需要有耐心。来，姐妹们，这个东西不能买，兄弟们，这个东西不能买，兄弟们，姐妹们不要买这个东西。为什么？你买了这个东西，你孩子就不会再去玩手机了，兄弟们，是不是啊？你买了这个玩具之后呢，孩子之后呢不会再去玩手机了，不会再去看电影，不会再打王者玩游戏，是不是啊？而且你买了这个东西的话呢，你就得跟孩子一起拼，多麻烦，是不是？小孩子。这是存钱罐，存钱罐两用，把它拼好可以当存钱罐，它里面空间，姐妹们看到里面是真空的，真空的可以放。来，我来，默默来，不要脱掉。我教你一个反向带货。什么反向带货？我教你一个反向带货啊！你这个时候你卖这个时候啊，你就说这个不能买，为什么不能买？因为你买了，你家小孩就不会玩手机了。啊，没办法玩手机，没办法打游戏，没办法玩王者了。他买的这个他就没时间玩手机了，他只能每天这个拼这个，而且买了之后不能买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要跟你小孩一起拼，增进感情。父母是小孩的启蒙老师，是不是？但是如果你买了这个的话，小孩子要求你跟他一起拼的时候呢，你就这样就没办法拼了，知道吗？而且这个东西也不能买，为什么？因为买了之后呢，你拼完你摆在那个家里面装修很有成就感，小孩子会膨胀，他很有成就感，他会跟他的朋友炫耀，这是我跟我爸爸妈妈一起拼的。而且这个东西不能买，买了什么？那个老公容易缠私房钱，是不是？这个东西真不能买。你看，他你买了之后，小孩子都不会玩手机，是吗？而且呢，小孩子意志力没有办法得到锻炼，然后，而且大人也不能买哦，兄弟们，有压力才有进步，是不是？有压力才会努力，是不是？你大人买完这个之后呢，你就没有压力了。你压力你在拼的时候就解压了，是不是？你就转移注意力，是不是？你就心思没法放在工作上，是不是？心思没法放在爱情上，是不是？你为爱情烦恼，为工作苦恼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心思你拼这个时候就什么不跑不买了？什么意思？你果然反向带货。不是我的，不是我在教人家，你不买什么意思啊？49.9到手是这样的盒装啊，大家回去自己拼啊，当然前提你要一定要有耐心再去买哈。我们装了3542克，对，不然我怕你拼着拼着想要投诉我们。你平时不听话，我让你买的你不买，让你不买，连这不买。兄弟，不要搞我！兄弟，来下一个品，大家有需要去拍哈。哎呦，有道理不买了。哎呀，他们两个牵手了。不在一起。哎呦，牵手了，不小心牵手了。兄弟们，你们是不是搞我？一起。来，放回去后面。我说兄弟们冲啊！兄弟们500单。我说兄弟们不买，兄弟们真不买了。我，你把他腿都折了。你去注意一下。来，兄弟们，这个喜不喜欢？来，你把架子拿出来。盲盒喜不喜欢？哎，你喜欢盲盒吗？喜欢。你玩不玩盲盒？我不玩，因为我是玩盲盒的人。啊，行吗？兄弟们，这个喜不喜欢？喜欢就给大家上，不喜欢直接过。今天主打一个听粉丝的。寻找独角兽的盲盒，给你看一下，来，看，好不好看？还可以当手机。兄弟们啊，这个也不能买，兄弟们不能买，为什么？你买完之后呢，你就会想去 DIY 手机壳，你会就想 DIY 那个车牌停车码，是不是？车子的摆件不能买，买完之后还要多花钱，是吧？还得多花钱买个 DIY， 是不是？来，这个东西不能买，买完之后呢，你家里没办法那么漂亮。你家里走的是那个简约风格的啊，家里走的是那个农村风格的，买完之后呢，家里变得又高尚又高大，又高级又时尚又好看，是吧？不能买，对吗？今天这个啊，正常日常价格
69，你们在外面也买过啊，69是不是？69一只，接咱们小黄直播间，来，给你什么？一只69，两只木木多少钱？一只69，两只。不是，是有点弱。不，99是我卖的价格，我还没开价，要憋我单。哎呀，买一只是多少钱啊？一只69啊，这真的，这你大家知道那个 Toy City 吧？就是你在大街上看到的中国积木。哎，好嘞，等我这个卖了给那个默默做一会儿，来看到没？啊 ，Toy City 兄弟们，看到没？来，一只69，今天我们小黄直播间69，你到手是一只吗？不，你到手还有一个，两只，99两个。今天咱们小黄直播间69一只，两只是120了。今天咱们小黄直播间99，两只，再给你一个徽章盲盒，53个，一个，啊，三个，我跟欣姐对了，3个。3个徽章，2个，买一个送2个徽章，看一眼。好的。看到没？有单只的链接吗？有可以买单只的吗？可以。哎呀，我来，你不懂，来。手办，姐妹们，今天咱们小王直播间69，你们这场只能买一只，是不是？今天小王直播间69，你买到一只，你还给到了你2个徽章，姐妹们，来，看，2个这样的徽章，看到没？可以当钥匙扣的，行吗？一个，2个徽章，今天小王直播间啊。来，你买2只，99，给你3个徽章。来，我都标好了。嗯，来，99，2只，给你3个徽章。来，今天小黄直播间啊，如果你买的是一整套的话，来，姐妹听好了啊，买的一整套的话呢，给你一整盒的盲盒徽章，姐妹们，一整盒的盲盒徽章，里面有几个？9个，来，里面有9个。今天咱们小黄直播间再给你加一个他们家的小风扇，挂脖的风扇，超可爱，看到没有？超可爱，小风扇，来，你买一整套，挂脖的小风扇，加赠一个39的徽章，一整盒的徽章，买一套送一，买一套送一套，买一套给一套，再给一个小风扇。如果今天小黄直播间买一个69，原价不变，再给你加2个可以当钥匙扣的徽章。如果小黄直播间你买2个手办，给你加赠3个徽章。来，姐妹听我说好，有点乱啊。来，买一送二，买一给二，买一个手办给2个徽章，买2个手办给3个徽章，买一盒手办送给一盒徽章，再加一个电风扇。电风扇，哎，问我了。哦，去休息是吧？哦，他去上厕所。啊，上厕所，行不看？各位，行不看？默默上厕所去了，行不？默默上厕所啊。来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我懂的。哦，好。来看一下。兄弟们，可不可以？兄弟们，69日常价格你只能买一只这个，而且你知道这个是什么？来，姐妹们听好啊，我来播反向带货啊，来啊，这玩意儿不能卖，兄弟们，为什么不能卖？买完之后，因为太可爱了，姐妹们，你们太可爱了，是不是？想拿去 DIY 做手机壳，是不是要多花钱？来，因为它太可爱了，你想拿去 DIY 做那个车牌的停车号码，是不是太可爱了？姐妹们，如果你们真的有去买过盲盒的宝贝都知道，它线下的实体价确实日常价是69一个，在 Toy City 里面，中国积木里面，大家可以去看。好，不买。怎么说不买？不买。兄弟，别搞我，兄弟。这么多不买了。兄弟。兄弟，不是，我是一波反向带货，不是说听我的，我意的意思是说，你要是不买，你就会省钱啊，我也没说错，对吗？是吧？就是说，你要是不买的话呢，你就没有办法把这么可爱的一个摆件，摆在你们的家里，摆在化妆桌。你要是不买的话呢，你化妆的时候呢，就没有办法看到这一套盲盒赏心悦目，你心情不会变好，是不是？谢谢黄总不让你买。下一个品牌，兄弟呀、啊，怎么买一套？有2个链接啊，放了2号链接，一整套了。小黄，这个品只有300单，你好好讲。
兄弟们，你别搞我！行，我让你们买的时候你们不买，我让你们不买的时候你说好的，谢谢小黄，你们几个意思啊？收纳盒没有，兄弟们，我让你们买的时候你们不买，我让你们不买的时候你说省钱，谢谢小黄。筋膜枪有没有精美包装？我说不买的，我说不买你就不买啊！啊，下个笔，下个笔，来来，这个你的主场，看到没 ？YSL 的气垫，宝贝们，来，不买挺好，挺省钱的啊！别扯，兄弟，别扯，扯什么扯？看啊，来，你看 YSL 的三百单，听好了，机智抽，看到没？打出来的粉底颜色，看一下，就像从你的肉里面透出来的颜色，姐妹们看。看，就像从你的肉里面透出来颜色，不是你本身的黄气。来，今天咱们小王直播间 YSL 兄弟们只有三百单是吗？对的，三百单。姐妹们只有三百单 YSL 气垫，姐妹们专柜650一个气垫。今天咱们小王直播间持妆力度非常强，来一个 YSL 的气垫。来，今天小黄直播间再给你加一个迷你版的650啊。来，迷你版的小气垫，这可以补什么？这可以补你的鼻翼两侧，还有带出包包出去后面补妆，再给你加个小的。今天小黄直播间两个防晒，三个 YSL， 来，小黄直播间再给你加两个粉底液，防晒一个，防晒一个粉底，来，两个都是防晒，两个都是防晒，两个都是防晒，来，再给你加两个防晒，再给你一个。再给你一个 YSL 他们家的亮肌乳，来再加一个，再给到你一个 YSL 他们家的 mini 纯口红，小口红1966，来1966热门色号，再加一个，再给到你 YSL 自由至上的香水，香水小样放在包包里非常方便，来一个自由至上。两个，今天咱们小王直播间这一个单气垫专柜价650，今天咱们小王直播间听好了，这么多，553，上车！前面只有三百单，手慢真的无了，只有三百单，这个真的你平时放在包里拿出去补妆，我觉得正版专柜发。货姐妹们，来，只有三百单，兄弟们啊，专柜价650一个的 YSL 气垫，姐妹们啊，今天在咱们小王直播间一个 YSL 气垫，来再给你一个小的补妆，今天小王直播间听好了，再给你一个553，你买到 YSL， 哎，来，再给你加两个 YSL 他们家的防晒，然后一个他们家的植萃精华乳，来再来一个他们家的补妆迷你小口红。小金管1966热门色号，再给你加两个 YSL 自由至上的香水。今天小黄直播间专柜一个气垫650，553，你在小黄直播间带走1234567八件，姐妹们要链接上车。这个真的只有三百单，因为只能给到我们这些单数，而且真的很人人来了，日常价你去专柜买，真的它是一个是650。最后两百单，姐妹们 ，YSL 姐妹们啊，是七姐强力推荐的一个气垫。那天小黄姐用完之后呢，她的打的气垫效果是什么啊？她打气垫效果是好像就从你皮肤里透出来你肉的本身的颜色，不像是你上妆过后的颜色，而且非常的服帖，非常的服帖，看到没？来，小黄挤多了啊，来再给大家看一下，非常的服帖，看到没有？遮瑕力度也是很 OK， 来姐妹有看到没，我这有两个小痘痘，来给你们遮一下，来打完气垫之后在你的这里拍两下，来看到了没有，兄弟们姐妹们，来遮瑕力度也是非常 OK 的，来姐妹们，今天小王直播间最后一把单是不是，来专柜价650一个的 YSL 气垫，今天小王直播间一个正装，再给你加一个补妆小样，来今天小王直播间再给你加两个 YSL， 姐妹们550你买到 YSL 的两个防晒，再来一个 YSL 他们家的
植萃精华乳，来，还有一个补妆的小口红，相当于你不管是买给女朋友、买给老婆、买给对象、买给自己都非常划算。今天小王直播间再加两个自由至上的香水，553，最后100单上车。杨姨，请问这个非常好看，这个气垫打出来的气色是非常好看的，就像从你肉透出来颜色，不是像你那种妆感很重很轻薄。姐妹们，七姐强力推荐的这个气垫，那天她安利给我了，兄弟们，我打完的妆效就是我肉本身透出来颜色，不是我的皮肤黄气，兄弟们，今天小王直播间，兄弟们，553买 YSL 两个气垫，一支口红，两个防晒乳，还给你两个香水，到手拍一发吧。小王推荐10色号，非常好看，信我。真的，这个品我感觉真的是送人送礼物非常有牌面，自己用给对象给女朋友买非常有牌面，给闺蜜来一个，来，是不是要放暑假了？是不是要开始变美了？所有的大学生们，来买一个这回去，开学拿出上课来补妆的时候，非常的有气质，在你的班级拿出来补妆的时候非常有气质啊，显得是什么？显得出你好像家里是个贵，好像是个那个千金，兄弟们啊！来，还有多少单？50单。最后50单，550买 YSL， 兄弟们，这个机制明天没有了啊，兄弟们。哎，默默去哪？他上厕所去嘛？他那个上，可能上那个，上那个女孩子比较那个啊，对不对？来。大家有需要去拍，这个只有300单，就还有多少单？只有30单。大家真的最后30单。如果不是300单，我嘎嘣没。4单。是的。最后4单，550。是的。到底最后多少单？30单。最后30单是真的。你们最后4单真的是。最后30单，550买 YSL， 兄弟们啊，来。来，小杨甄选的肉松乳酪面包。来，姐妹们，小杨甄选的肉松乳酪面包。来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满满的肉松跟乳酪。来，给我个刀，来，快点。来，满满的肉松跟乳酪。来，昨天，夕颜宝宝，来。昨天我给夕颜宝宝安利完之后，姐妹们啊，看一下我们小杨甄选肉松乳酪，满满的都是乳酪跟肉松，看到了没有？来，跟外面去面包店买的是不是很像？超级，就是它的这个面包质感不像我们正常能买的那种单个包装那种质感，就是你吃起来口感不是那样的，是吧？对。因为我们单个包装的面包质感呢，它吃起来会比较偏甜，但是这个就很像在面包店里面柜子里卖的那个现烤那种，香特别足。今天咱们小环直播间姐妹们听好了啊，我们做的是好东西又能起，我们没有省单，没有试单，没有仓储费，没有广告费。今天咱们小环直播间啊，小杨甄选啊，我师傅的品牌，亲们啊。一盒700克，到手13到14个，13到14个，是的，对标49.9一箱做的，今天咱们小王直播间29.9上，有耶，操作拿过来，可以吧，兄弟们啊，可以啊，孕妇少吃要控制体重，不然不好生，你们要吸烟了，就吸着了。优酷卡，你们现在把它插出去，到手一整箱哈。到手一整箱，非常好吃。来，今天咱们没有吃过这个面包的姐妹们，一定要买试试看。你会安利给你身边的你的舍友、你的同事，都会被你安利到。来，姐妹们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懂那种，你当你安利一个人、安利一个东西给别人的时候，姐妹们是不是？他如果给到你很满意的回馈，你会心里不知道为什么超满足的，我不懂有没有姐妹们跟我一样的。还有当你看那个视频很好笑的时候，你就会想分享给你好朋友，给你闺蜜一起笑一笑，如果你会盯着他的表情看，超满足，是不是？今天在咱们小王直播间，这个东西你拿去分享给你同事，拿去分享给你舍友，拿去分享给你男朋友，分享给你对象，爸爸妈妈分享完，姐妹们，你会发现它真的好吃到很好吃到基本上没有人会拒绝它了，姐妹们，这个东西我们办公室肚子饿都拿这个吃，兄弟们啊，29.9一整箱，好饿啊，真的在吃，好饿，这好好喝，600单，29.9一整箱，我发现我认真奖品也挺好的，有一说一，是的，
兄弟们是不是想看双人舞？机会来了，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卖情侣装。来，小仙，兄弟们，我想说一件事啊，我们。